This is Xiaoming. He's Grandmaster on the Chinese Super Server and he's the best Aatrox China. Although he's lower ranked than Xiao Xiaoming, I still think he takes this title just because of his mechanics and matchup understanding. Gonna have subtitles applied and hopefully get out one video like this a day on different challenges worth watching. Hope you enjoy. 打武器是可以学 E 的，因为他一级不可能学 Q， 他学 Q 你学 E， 他 Q 上来你 A 一 A 还是他亏，你 A 一 A 你 A 再 A 一下，他最多 A 你三下，但是 A 三下这又战草，天天战草，别战草，这种战草的弱手不怕，干嘛要压经验？哎，这些诺狗都玩魔怔了，最近老是上来压经验，真的莫名其妙，自己还亏着，又亏又垂涎。大家往前走。哎，我发现这诺手都玩游戏都玩魔怔了，最近这是不是最近又谁出了个什么一级教学 啊什么一级必杀教学、啊、出这种一级什么必杀教学的，然后就是谁看了那视频都这么玩，真别这样玩了，这样玩很容易把自己玩死。他E的抬手很明显，这皮肤。有猛推。把我抓算了，他让等这个线过去都杀我，那不急，我们慢推这种线，我跟你讲形成回推慢推线，你慢推就好了，这种线建模不是很怕，他要放 Q 揍他，他敢放 Q 就揍他，对。他 Q 我们就 QEWQAQ， 直接稳定一套了，往前给压力，可以了，闪现 A， 再 A， 反正一号 P 零一三，这真敢放 Q， 回推线你就老老实实，等线推过去不就好了，干嘛要上来放个 Q？这招打诺手一定要会，就是他只要放 Q 了，你这种回推线，就他的小兵很少的情况，他 Q， 你注意算他那个 Q 结束的时间 ，Q E W Q， 然后 A Q， 但是你 A 那个剑气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被他拉，有一些他是那种说，你 Q 快结束的时候，他也会那个，基本他肯定会先放 Q 来的。我这里没买装备，但可以杀。但是杀他需要升个六级，我这里要耗他一波血。这里没 Q 到算了，随便他放，他这里放没什么用，但他血太多了。这里其实应该走，他应该会过来干扰我回城。不买药了，买药浪费钱。主要是药水现在回的太少，药水回的少，然后他又有重伤，
那太亏了。掉点兵吧，没事，这线会卡在外面。看到回不回？他死了。我操！滋！我要让世界静下来。哇操！这都要抓呀！哇操！这维克托死大妈的，这都要抓！我那个三段二段 Q 还没打到内圈，行吧。这有点难受，1-6马上脸就绿了，没事绿了就绿了。夏侯惇着急命换，夏洛这把好像烂了。超级可爱大魔王苦茶子，现在好像过去一点啊，他疾跑是不是交了？好像交疾跑了是不是？那他又要死了。好险，差一点点就出去了。是你的赦免。他这个盾干嘛不给？其实。哎，诺手大招刚才劈我，好像死了，他刚好被劈我。疾跑是维克托的，我记得他开疾跑的。交了啊？没交疾跑，他砍我了吗？哦，他刚才是交了大，没交疾跑。他劈过了，很难怪。这样再开刀，给他了。再杀不值钱了，给他也吧。我拿人头多了也没拿，多了也没用。这南昌应该在上，但是我没上去。拜托，就这一针，就这一针啊！别抓我！就这一针，就这一针。诺手骂我连体狗，他这个就不算了吧？他这个是本来就打不过我呀。你要说打得过我还好，打得过我，哎，不是说打不过，你要是军事那种，我操，打野一直来，那确实有点连。他这个是已经崩了。你看装备啊，差距啊，他这已经没了。我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又失误了。上不用放先锋。我操，好帅啊！一箭双雕。算了，放吧，放吧，放吧。来不及了。哇！哎、哎呦，那个尖尖！哎，好烦呐、啊！滋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哎，这维克多开疾跑太烦了。也许我应该放 W 之后就跑，大招他妈好太慢了。哎呦，好烦呐、啊！滋，
没办法。一塔没了，他好像也没吃到啊。这一塔没人吃到了，他直接被电死了。他掉肚子，他没吃到这一塔钱，他吃到肚层，他没吃到那个塔钱，没人吃，他吃到肚层钱。怎么一直在死？就开大跑他，我想杀他也。我操，这诺手发疯了。没往回走，没事，这还抓他，还抓他呀？他叠戒指是不是？没有，你要是不攻击防御塔，你只能吃到那个镀层钱。就是，这他会判定说，这个塔是没人吃的，没助攻。你要靠近才可以，或者说你 A 一下防御塔，你 A 一下防御塔，然后他撞了才会算是。我操，又直，就这么越塔把人给杀了。我操，就这么越塔把人给宰了。一个多月了，走得掉吗？求你了。维克托小戴，有没有可能是泽拉斯不好打？算了，慢慢打。我操，八个人头我拿两个，真不好打呀！哎，我要冰刀一定出的，冰刀不可能不出的，要不出冰刀等于没伤害的，直接游戏改速了。哎呦，没办法，炸得太厉害了。钻你怎么炸得这么厉害？抗压都不会。我没办法，他一直抓。这你是维克托呀，你是个男刀还好，你是泽拉斯，泽拉斯怎么可能一抓就死？别抓他了，别抓他了，让我自己发育。因为下路应该是双排的，有可能也是带妹的，是除非你现在再给我个，给我那个破阵者，就现在我身上有个破阵者，我才能翻，没破阵者根本翻不了，没破阵者太难翻。这人是杀他诺手，我操，全来了，
放条，给条生路，大哥。不要逼我啊！咬人呢、啊？你不要逼我啊！操你妈！掩护，掩护，掩护，救驾！我操！好惨，一个鱼人，他没闪，怎么可能过来开我？我搞不明白。哎，他不会绕过来干我吧？我操！牛逼！我除了牛逼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哇！他这还要绕过来干我，这开几跑也要杀我，没办法。他滋一下我就没了，一秒钟一圈，0.5，0.5。我肯定要贪，一贪就没了，大杀四方。他先攻打100没那么多，90多应该有，100多不可能。好难啊，太难了，而且我这把还不能，我还不能买水晶鞋，我这把得买布甲鞋才行。这钱都跟不上经济，18分钟他妈就烂完了，才打500块钱，500块，去哪里找这500块呢？哎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让给条活路行不行？玩不了游戏了，我在这里回吧。出来了不行，我操，直接电流。那是他们去中，我就去上。哎，这泽拉斯被摆烂了，高地不能破呀！哎，这泽拉斯摆烂，我真的是。哎呦，太消极了，这么消极怎么带你赢呢？真服，太消极了，真的。换个辅助乱杀，又是个脑子有问题，他天天乱杀乱杀，哎呦我烦死了，又换个辅助乱杀，不死不行啊，又乱杀又乱杀，整天就乱杀，脑子有问题，乱杀乱杀。